我叫邹清宇，毕业于陆军步兵学院，入伍以来一直从事陆战专业。在此次和平团结2024联演过程中，我奉命担任临检拿捕行动小队的队长。我是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的雷雷，第一次参加到这种实战化的一线的卫勤保障任务当中来，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，以一种中国军人的形象来到这里，感觉非常自豪。我叫中国卡托托，来自坦桑尼亚，我在学习中国四年了。来动会，检查机。在此次奔赴过程中，难点最大的是对于舰艇的攀爬，因为商船和小艇都是相对运动的，在过程中我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们过硬的机甲术技能。Go go。同时考虑到我们是和坦方队员混合编组，在沟通过程中也是存在一定的困难。得知要来非洲以后，对非洲这种医疗条件我们其实也不清楚，而如何应对当地的一些疾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。要和坦方的这种医疗队也好，战士也好，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，尤其是在这种医学专业上的这种术语诊断，如果不清的话，你的处置和应对就完全不同，给病人和战士带来的这种后续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。After next move, we know that the boat here, we can use the boat again. 有时候如果有中国人他用他不会说英文，可以有他可以说中文，然后可以说我的母语那个斯瓦西里语，就是这样。他说有别的无人机，他们放一个麦克风。我们在行动沟通之前，提前对专业的军事英语进行了强化学习。在训练后期，我们通过一个眼神、一个指令或者一个简令，就可以顺利完成，默契配合。在医药和卫勤保障的各方面的力量，我们进行了一个充足的准备。关于这种反哺演习和战现场急救的一个演训，我们也加大了一个训练的强度，全面提高了我们所有队员的这种战场救护能力。到达坦方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，是我们遇到了两名去往中国留学4到6年的医疗官，所以在沟通上面大大提高了这种效率，减少了很多的阻碍。在连续过程中，坦方队员身上有一种对学习抱有认真且质疑的态度的一种求知欲，让我很钦佩。一组已控制货舱，二组已控制船员，请求立即上报，立即上报接旨。明白。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，坦方的队员是和我们整个融入在一起的。伤员的一个转运，在急救车和手术车上的系列操作，我们都是互相配合完成的。
Gallo 都说音乐无国界，我觉得军人之间的技战术交流也是没有国界的。每一年可以跟中国人还有我们的国家的人，他们可以在打篮球，别人在聊天。最喜欢哪个城市？我来上海。上海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非常好。我们和坦方人员从生疏到熟悉，从磨合到默契，一步一步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。你好，安保。你好，安保。